罗马之南，对的之罗马之南，台湾没有进哦，这个是只有我们有罗马的南边就对了。对，罗哈是在描述就是罗马的南部海岸。哎、哦欸，为什么把它打开？南部海岸那就是在这个罗马的南部海岸。罗马是在意大利的中部，对，中间嘛，他们罗马之南，北意大利跟南意大利，嗯、就是从罗马开始分割这样、嗯哦。那南意大利那边就卡布里老城，就是在左半边那些嘛，对，拿波里就是南部的城市。嗯，对，那事实上他们也会有南部不喜欢北部，那北部不喜欢南部，哦哦、也会有这种，嗯、对对对。嗯、好，来罗马之南，对，罗马之南。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味道？想象一下。对啊，想象一下，海边，有闻过吗？我觉得海边有闻过，就是很香，所以才把它拿出来。整支香水就在展现意大利的热情，热情。对，就海边长大的人，会展现出来给你的那个氛围。是是是，因为它热情奔放的果香。对，嗯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会把它拿出来拍，是因为。我也以为他已经拍过了、哦、因为这支也是之前卖很好嘛，目前没有货啦，但是想说还是应该要把它就是拍成影片，对、嗯、那因为目前的话专柜上没有嘛，是我们这边有，但我们之后还是会陆续会进啊，那就是这一支的话会特别想要拍，是因为本来已经没了嘛，只剩这一瓶试香的，那我们就会把它拿来喷一下，嗯嗯嗯，然后持香超级久、哦、因为有到隔天睡完觉，隔天睡觉的时候，我因为我喷在这边嘛，这里、嗯，然后睡觉的时候这样，他就、嗯、一直闻、哦，然后到隔天起床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我、嗯、说这也太持香了吧。Okay. 这一支的果香会让你真的觉得新，我觉得 Tiziana 的果香、嗯、它运用的很好，是他们家的果香、嗯、都会让你觉得心情愉悦，对、嗯、啊，就是、嗯、是正能量的果香，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洒着阳光的果香，嗯、okay. 对，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学姐说的，对，感受一下它的果香。对，好，来，我很喜欢这支哎，哦，前面就是他们家很厉害的果香调的那种呈现，哇，嗯，这果香很好呢，香哦，百香果好香，百香果吧。很清新，水蜜桃的香气带出来，但是没有把水蜜桃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单纯水蜜桃，它有一个太甜，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味道，我不会讲、嗯，就是反而没有那么香。可是它用百香果带出水蜜桃的时候、哦，你会觉得那个水蜜桃的香气整个跳出来。对，哎、欸，罗马给我一杯浓浓的百香果加水蜜桃果汁，这个综合果汁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對欸、这一支怎么之前错过了，没有把它拍起来？对啊、哦、因为我也以为已经拍过了。哎、欸、对。因为昨天有现场朋友来问我说、嗯、老板可以推荐是果香的。啊。没现在没闻到，我就不晓得要讲罗马之南、欸。对啊。现在我懂了。没错。我立刻要推荐他罗马之南。哦。很香。嗯。我连那个百香果还有奇异果、嗯、只要是酸酸的果都会出现。他有把他那个芒果的微酸。甜加酸的感觉都有出来，百香果有酸，口水有点流出来的感觉。百香果有酸，对对，就是百香果微甜带酸，然后它还有覆盆子跟黑醋栗，哇，都是这种酸酸的果子、嗯，酸甜酸甜的、哦，嗯，恋爱的果子都出现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次很有恋爱的氛围呢，哈。有，酸酸甜甜，调得好的果香真的会让你。让人闻起来是心情好的，对啊，非常非常愉悦，嗯，对，开心。那我也闻到了芭乐的味道、哦，类似那种感觉，对。哦、绿皮，你知道那个芭乐比较软嫩的吗？对，软哦，后面软的时候，软的时候的那个皮的味道，是是是。嗯，你仔细闻有没有闻到那个芭乐？有，软软的芭乐的味道。哦，这支超香。软心芭乐有没有？它这个心是软的、嗯，很香。嗯，好，来学姐这一支，目前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嘞？就是心情愉悦，心情愉悦，对，就这样。虽然它是要展现在海边的氛围，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开启一整天好心情的话，它很适合早上起来就把它拿来当你的起床香，嗯，它会让你整个人觉得心情愉悦了起来，对。然后也会振奋你的心情，嗯，有，这样、個、那这个可以，
所以通常如果这个是打开一天的开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应该是在早上的时候就给它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起床香，可以可以，起床香，精神有活力，对对吧？好，那林心丽的这支目前前调，前调我会用在什么场合吗？我会用在下班后。好，下班哇，终于下班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想要喝一杯的时候可以开始喷这个，因为我要强调它的持香非常久。为什么上次就是在那个，就是上次闻这支，然后一直到我说睡觉到起床之后都还有味道，是在直播的时候，喷嘛。我们直播7:30、8:30、9:00左右那个时候喷，然后一直到睡觉的时候，它的味道后味非常的好闻。后味又不是前面果香的感觉了，是，然后待会就知道后调、后味又不一样了、对、但这支前后我觉得蛮不一样的、然后后调是一种就是很迷人的味道、所以可以在睡觉的时候，那我就那这样就是差不多就是快乐的睡去这样子，对、睡去乖乖的，什么叫睡去？睡就是你下班后喷这支到睡觉刚刚好后调、然后这样睡觉是非常的棒、OK、所以你认为是应该是6:00之间喷这一支，所以我实际使用之后呢，我觉得刚刚好它是那个 happy hour 时间、对，好，就很适合，是是是，對，好，那这个两位觉得这一支的前调适合用在什么样的、场合跟穿着呢？男生可不可以？这支女生一定 OK 的、男女通用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，只要是好心情，你想要好心情的时候，不管男女生，这支都非常对、我觉得柑橘啊、果香调这些，就是都男生女生都可以。对，因为这个我对我来说，这个画面就是，开心的园游会、或者是开心的这个市集，对吧？有这种感觉，缤纷啊，很热闹那种感觉。对，像在欧洲有很多这种市集，对不对？他们常常都是聚集在一起。然后各个的小摊子，就算没有成交，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啊，也很快乐，也很快乐，也很开心。那这个有这个市集喧闹，还有很多、色彩缤纷的集合的感觉，是。好、那、五彩缤纷，心情也很缤纷。对啊。好，那学姐这一支穿着，你怎么推荐大家？我觉得都可以耶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适合，就它就是那种你早上起床提振心情，或是就像刚刚老板讲的，可以参加市集啊，或是你要去参加 party 啊，就是它就是会让你觉得心情好，所以搭配什么衣服我觉得是 OK 的。对，心情好可以多搭配一点亮色一点的、对，因为颜色就可以让你哦，对，不会是暗色的啦，不会是黑的。对对对，可是如果真的说你喜欢穿黑色打扮，然后再加上这一支，我觉得也 OK， 会让人家觉得不会那么沉闷的感觉，对，它会让人家对你整个的感觉不会是暗，就整个都欧妈妈这样子。即便就算你穿全黑的衣服，人家都会觉得是亮的，对，而且那个反差感就蛮大的，对，虽然衣服是黑的，但是味道是立体，是亮的，是的，是亮，是开心的，是 OK。同意。林心丽的这一支，你建议怎么样的穿着？穿着打扮，我当然更适合就是比较休闲一点的啦，是这样，这个味道，对啊，更适合。那如果你上班要喷也 OK 啊，是，对啊，是，就是说，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去度假的，那喷这支就更有度假感， OK, 对，对，那个氛围就更强，对对。OK, 那我觉得这一支蛮适合去远行的，去旅行。都很合适，因为它表达的是、你的心情的心境，我相信去旅行绝对是开心的嘛，对，因为到了一个新的未知的地方去探索、那个心境啦、环境啦，都会给我们不同的刺激跟新鲜的想法，是的。那这一支呢，有各种的鲜艳的水果在这一支里面呈现、所以它的颜色一定是缤纷跳跃的，如同我们闻到了，就闻到了它的颜色，没错，是充满了活力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比较光亮一点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前调先停留在这边，待会回头再看看是不是林心丽说的，到了晚上12:00就可以安心的睡去了。那我们待会回来见哦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罗马之男回来了。哦，
真的是满满的果香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它还没有走到我说的后调。那后面是轻微的木头吗？就比较麝香多，香很多麝香。嗯，让我一度以为它是不是有龙涎香在里面，但我看香调没有。我现在还是满满的果香。嗯嗯，它中段应该也还是水果哦。啊，中段只有铃兰花。有铃兰，对，还有中间有铃兰花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请学姐先帮我们讲一下，目前后调在你身上怎么呈现？还是在，我刚刚是一杯新鲜榨出来的果汁。是，我现在像是在你刚刚讲的那个市集，走在市集里闻到很清香的、新鲜的水果香。是是是，那其实我刚刚中调在闻的时候，我发现有闻到凉茶。你知道吗？凉茶，涼涼茶，对，茶香，嗯嗯，我闻到茶香。那这个凉茶配上水果，哇，那又更有夏季的水果茶吗？水果凉茶，我一直闻这水果。对，你要冰的还是热的啊？我要冰的。哎、欸，你就闻到那个凉凉的茶的味道，嗯、茶叶的味道。嗯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、嗯、是不是有、哦、有仙草的感觉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是是，那我的是冰茶香、啊、冰茶、冰茶、冰茶、凉茶这样子。就是你去。那个青草店，他会煮一杯凉茶出来的那个香味，哦、对对，有一点那个凉感哦。好，那林心烈现在目前后调罗马之男在你身上怎么走？果香还是蛮明显的，是，但没有前面那么甜了。嗯，我觉得他现在在少一些甜味的感觉。嗯，但整体就是再偏走向再多一点点花香，跟他后面的麝香其实已经有了。这个很舒服的，然后带果香加麝香的味道。是，嗯 ，OK。那你之前在直播，嗯，录拍那个直播下播之后，你说你六点喷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到晚上睡觉七八点，嗯。那睡觉前它是怎么呈现呢？就是更舒服、柔和，麝香味非常非常明显的、嗯嗯。然后我觉得它已经浓到有点带。多一些其他很像龙涎香的那种味道。嗯 ，OK， 龙涎香是带一些性感贴肤。对，然后龙涎香本身它也会有一些花香，可能是因为它浅中间的铃兰的味道，再加上麝香，会让我想就是比较偏向，我觉得它多带一些龙涎香米的那一种。嗯，因为有一些龙涎香它是像那个I don't know what 那一支有没有？它那一支的龙涎香就是非常明显带花香非常多的一个味道，然后又带一点点木质的香气。嗯嗯嗯 是，那就非常好闻。OK， 好，那所以你会把这一支放在什么样的香调里面呢？果香，果香很明显嘛，哦，对，果香是完全不用怀疑。冬天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冬天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铃兰其实是要衬果香，嗯，铃兰的花香并没有明显，是，它只是要让那个果香不要太甜。嗯 OK， 嗯，所以它整个就是满满的果香。对，那也展现出意大利人的热情嘛，情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要给你明朗、热情的、开心的，嗯，开心的，然后吃饭吃三个小时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是说晚餐吧？晚餐，对对对，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，因为台湾都六点吃饭嘛。那意大利人都晚上八点之后才吃饭，吃到十二点。对，那你知道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就想说啊，这个餐厅六点都没有人，是不是快倒了？那就还不是，是自己很白痴，因为他们六点才还没吃饭。六点，所以他让观光客六点吃，然后八点卖当地人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都要先打电话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六点要到了，那你。可以准备了吗？都要提前先跟他讲。对，要不然对他们是针对对台湾客才六点，不然他们自己的客人都是八点才开始。嗯嗯。哦，所以这个意大利人热情，晚餐配酒吃饭要吃三个小时，啊、跟西班牙人一样，哦、对不对 ？OK， 就像这一杯，嗯，对我来说就是热带的水果凉茶，嗯，满满的，毫不保留，完全给你最多的果香在里面。好、嗯，那学姐零到十你给几分？9.5，嗯，9.5的原因，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很水果的香气，但它不会甜到腻，嗯，它是清爽的，是，就是提西安娜果香在身上都是清爽的，嗯、然后明亮的果香，嗯，然后
会让你心情愉悦的。是是，嗯。Okay. 那后调的那个麝香，我觉得它帮助了前面的果香在身上呈现的更舒服。嗯，我觉得它也实穿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它限制说我只能怎样的穿着，或是怎样的地方才能用这一支。我觉得这一支是任何时候、任何的穿着打扮你都可以用，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心情就是愉悦的。是是是，对对， okay. 百搭香，嗯，百搭香，好。学姐给9.5，那林心弟呢？这一支你会把它定掉来什么香调？果香、麝香。果香、麝香调。嗯，果香调跟麝香调。嗯，那0到10？嗯，9.9。哇，给9.9。扣0.1是因为它的钙质，我喜欢金属钙。如果它整体这里也是金的，就觉得嗯。对，更，如果它整个都是金的，可能会比较贵一点，更贵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就是 Tiziana 里面比较亲民的系列，嗯、就是它比较那个。OK， 9.9，非常喜欢，也是亲民。对，这个系列是比较亲民的。以他们牌子来讲啦，对的，以他们家对。那用料也是很扎实，对对吧？对，因为他们、嗯、你看它最等于是他们其他这个是。原价这个8000多嘛，这个13800嘛、嗯，所以就是以更其他还有2万多、3万多的，那这一支是就是算体现那里面最平价的，比较平价的。对，但是因为如果你是跟3-4千的比的话，它当然还是算是顶级，顶级非常高的，那、嗯、都是香精等级的。是是是，嗯、对啊。OK， 你刚刚讲8000，我都觉得很贵了。原来是你看跟什么人比了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如果你跟3-4千比、啊，那它就是还是贵。但如果跟他自己同系列2-3万，对，跟同才比，就是他是你算是 family 里面就是比较平价，比较平价。OK， 好，嗯，那给他9.9，嗯，因为我很喜欢他前面的感觉，然后后面也更哦更就是哎、欸、非常不一样的表现，因为我觉得他后调是一个很迷人的味道，嗯，就是迷人的那种。花香带麝香，对它前它后调其实到后面走的就已经不会让你觉得很果香了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还在中段，多一些。是是是。然后后调会更好闻，就个人蛮喜欢它后前后的那个转折，蛮棒的。好。是一个很多用途的，就是从下班后可以一直6点用到隔天起床的一个味道。好。对。那这一支。因为我居然是第一次闻，嗯，我很喜欢，我会把它列为果香，然后麝香，嗯哼，还有蟹尾的花香，我会把它放在这三个调性里面。是，那我特别喜欢它一开始各种的果，各种的水果，热带水果，酸酸的、甜甜的，全部端到你面前来，嗯，那毫无保留的，就是堆满了。你的这个餐桌，然后让你去选择、水果塔，对对，水果塔这样子。那中段呢，来到了有一点夏天的凉茶，冰茶凉茶配上水果这样子，那就是很像果茶的呈现。嗯，但如果这一支照林心弟所说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时间不够，所以没有真正的呈现到完整的后调。嗯，好，那但是我已经感受到它的麝香慢慢的在。带出来，堆叠出来了。我相信它越到晚上或者洗完澡之后，这一支的贴肤感会是一直让人家回去探索的。嗯，好，那我回头会，如果真的很不错，我会来再把后调补充一下，用文字补充一下。好，那目前呢，以它的果香呈现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心情。我觉得香水就是要能够带给人家心情愉快。是，好，就是你会一直想要用它嘛？嗯，你会迫不及待想跟它见面嘛？嗯，好，就是这一种。这个满满的新鲜水果，夏季的水果，嗯，我会给它9.8分，嗯，做表达的非常的好，嗯，那目前那剩下的0.2分，我到后调再把它加回来，这样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那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帮我们介绍这一支罗马差一点漏掉的罗马之男，对，非常适合夏天的，是，好，记得找学姐试香，34号影片见，拜拜。好。